我让你做我的助理，是因为我想贴身的保护你，不想让那个方冷再来骚扰你。好。有闻到荷尔蒙味道吗？你好好感受一下，有没有？没有，离我远一点，谢谢。知道我配合你只是为了荷尔蒙素，跟你本人没什么关系，对吧？我知道。那你也是知道，我每次拒绝你，都是发自内心的，对吧？这我也知道。我最开始在紫湾见到你的时候，就直截了当的拒绝过你了。后来你又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面前，不论我怎么说，你都不愿意放弃，是因为你太闲了，还是因为我拒绝的还不够真诚？因为我喜欢你。